哇，好空啊！好难得宜家是整个这样子的。这我逛宜家太适合了。今天我们可以。想停哪里停哪里。今天我们可以停到最边上去了。哦，没位。真。现场扫码打卡。请打开微信，现场扫码打卡。可以，可以了。就可以拍人家就下这整个电梯，反正就你。哇，没什么人呢，今天你看，点餐的没人排队，这边没人，这边吃饭的也没几个人，太好了，好久没出来了，想吃什么？啊？这个29-25块，6块。我感觉便宜一点。这牛排，马上就到你了。牛排是吧？没有，我要一块圆通餐。我们一个牛排，一根丸子。哦。给我来一个牛排。有没有青菜啊？哎呀，切的这么认真。这怎么这么硬？哎呦！哇，这个颜色好好看。今天过来吃很少，周五。应该都在上班，所以呢，以后逛宜家呢，就是周五过来是最好的。啊，再去拿2张好不好？不错不错，你看你拿到了呗，厉害！再去拿2张，去吧。嗯。又拿到一张。啊，不走不走不走，你看又拿到一张，对不对？好，可以了。是这个吗？就两个包裹。嗯，两个包裹。那椅子呢？这个是椅子啊。那个呢？沙发搞不搞？那我再说吧，现在就搞个椅子再说。密密麻麻的车，甚至就要回归正常了。